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吗？丁字裤。这是老人在穿的，我们小孩子又没有在穿，而且我们穿内裤，屁股还遮的比较多嘞。我们要代表蓝屿去参加这个比赛，所以我们蓝屿出去穿内裤。对。对。今天开学第一天，为什么要迟到？有什么穿拖鞋来学校？马拉威的爸爸现在在台湾工作。他说他去台湾买一个新鞋子给他穿。我农业那我建议。爸爸。你脚自己画的呢？这个是我三年级记的，我这次记得是用白色的画纸记的。我觉得他们动作做得很好，可是他们心里好像少了什么。已经多久没见你眼睛里的那片海？我从来都没有说过实话，我根本就不喜欢这里。要抱着那种花花绣，再抱上去原来。来到了地，我想从头开始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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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店里上，你慢慢来逛。当然了喂。